做了吗？妈妈减肥成功。什么？妈妈减肥成功？你说我很胖吗？妈妈，你啥时候才走？妈妈，我吃完饭就走了，行吗？不行。我们说好的呀。妈妈还去工作呀，对吗？工作就是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要完成，对不对？你说对吗？嗯。过两天我们又再见，好不好？好吗？我们也吃饱了。嗯，我也吃饱了。你不能吃饱。为什么？你不能吃饱。这个。嗯，啊，嗯，咱们不想今天见了，好不好？行。